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深圳了，在我边上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跟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？谢谢了，到时候可以蹭蹭你们的热度。小心翼翼伸手，不敢打断他们对话。那打个招呼了，姐姐们。Hello， 哎，妹妹，姐妹们。嗨，打个招呼。嗨，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一个 team 的。打个招呼了，王以立。Hello。嗨。今天是第二天。嗨，早上好，军哥，早呀。恭喜，应该推倒。哇，军长胜利！啊，军啦，军啦，你睇到佢哋，再嚟。混合双打都是以向下为主的，看到是不是？我们觉得奥运金牌只是我们的一个阶段的结束，然后我们之后肯定还会向更多的自己的目标去冲击，然后首先就是明年的亚运会，就是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目标。我们现在在尤维多利亚港，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打个招呼吧，王以立。又是领导是 say hi。 哎，没人啊。好想和他 say good hi， 但我却拍不到他。不能一直看手机。好多人。没人就这么两个。有人，只是还没来。身体比较温柔，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场馆真正的表演，所以在里面找什么运动啊。你们录我，我就录你们。要大胆勇敢的去坚持你热爱的东西，因为有一天他一定会反过来拥抱你。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啊。哎呀，录像的话也行，在我们的怀里面，耶！非常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